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好久不见，现在有可能两个月没更新视频。今天我又来了拍视频的灵感，想带大家跟我一起上班，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新的事情。今年以来生活有所改变嘛，所以欢迎大家看看我的日常吧。今天上下午班，早上在家，我先收拾收拾，穿衣服。咖啡喝完了，我刚才让 Spike 出门。Spike， 那位谁 ？Spike， 哦，他进去了。我去给他开门，他肯定想进来吃早餐。Spike。他来啦！今天天气好好的，春天来了，终于来了。我真讨厌冬天。因为西蒙在罗马，所以现在就我俩在家。在家时间比较无聊，一般我会多出门去健身房或者溜达溜达。我先穿衣服吧。好了，穿好衣服了。今天这一身连衣裙是 Lily Silk 赠送给我的。大家可能看我的视频已经听过这个品牌。今年春季 ，Lily Silk 让我尝试一下他们的新的春季服装，我非常喜欢，所以想快速跟你们分享一下。你看看，这都是真丝的。非常适合上班还有休闲时间。我不住在市里，所以我是经常早上去上班，然后下班以后约朋友啊，喝个酒啊，吃个饭。所以我超喜欢这种衣服，因为适合多种情况，而且是比较经典的百搭。多漂亮啊！ Lily Silk 采用的都是6A 级天然三蚕丝，就是最高的级别嘛，反过敏，摸起来看起来都是非常奢华，而且它有保温的功能，就是说在寒冷的天气里它可以帮助身体保持热量，但是在温暖的天气里它就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热量，四季都适合穿。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品牌，除了这种衣服以外，我生活中还少不了它的真丝枕套，它有助于防止睡觉时起皱纹，而且也保护头发。正常的棉质枕套在睡衣完的时候会让我的头发又乱又干，而真丝枕套会保持头发的水分。最近我第一次还试用了一下 Lily Silk 的无痕内衣，一般我都觉得胸罩穿起来很不舒服，但是试穿这个内衣以后我就爱上它了，感觉跟没穿上一样，而且完全无痕。今天 Lily Silk 又特意给我的粉丝带来了一些优惠，在官网使用你这个编码来享受全站88折优惠，买第二件商品的话就使用米凯埃拉30打7折。我把这两个优惠券还有我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商品加到视频下方的介绍区。很多网友们最近给我发很多的私信，就问我为什么最近不更新。今年以来生活变得比较忙你们知道我们在市里有一块土地，我们一直在准备开工建造我们未来的房子，就是说我爸帮我还有我姐姐还有为了他自己造3套房子，算是小别墅嘛。今年终于开工了，所以现在每天我爸爸在那边管房子的事儿，因为他就是建筑设计师嘛，是他自己设计的房子。然后我和姐姐呢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管超市。关于超市呢，去年很多朋友们比较担心超市的情况，因为
俄乌战争，欧洲这边电费还有天然气费都暴涨了。那么今天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现在的情况。行，我先不多说了，我准备去健身房，然后我带你们跟我一起去超市。我到了超市，你们看，在我们这儿虽然外面很暖和，在这里面一直很冷，所以我每天就穿上这个Conad 的工服。虽然我不需要带，但是这个很暖和，是那种毛绒的料子，所以在这里面我总穿这个。有时候我在下面销售区，客人会以为我是个员工。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最近超市有什么变化呢？关于以前电费的问题，前我们的费用是固定的，因为签了一个一年的合同，第一年那种费用不变。然后呢，我们去年非常担心，从今年一月份我们的费用不固定嘛，根据国家定的价格就有变化嘛，所以每个月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本来我们预计，如果按照去年电费的情况，我们一个月的电费可能会翻五倍，但是从今年，刚好从今年一月份，电费有所降低。我们一月份的电费还有二月份的是比以前高了，但是是我们能承受得了。我们本来害怕一个月2万欧那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裁员。幸亏这个情况没有发生，所以我们的生意算是都正常吧。我把这个手机抬高一点。没拿三脚架。还有呢，最近比较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去年把这个超市扩大了，去年大概三四月份超市就大了。然后我们都装修了一下，然后我就开始用短视频这个方式来推广我们家超市。就是我会拍一些短视频在脸书还有 Instagram， 就是意大利人比较常用的两个平台，多发一些关于我们这儿的视频啊，介绍员工啊，做一些搞笑的，比如说复活节我拍了个有点像 TikTok 那个风格的视频，你们可以看一下啊。钱来加推，其实在这些平台加推也不用花太多钱，比如说一个星期花20欧、30欧左右能推的不错。所以说最近很多人看到了我拍的超市视频以后就来看看我们的超市，还有从室外的人专门过来的瞅一瞅我们家超市。很多认识的人看到了以后都是来亏我们，说我们做的这个 marketing 还挺不错的，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家超市用这个方式来推广。确实
这一点我得感谢我这几年以来做的这个短视频的经验，对我们家生意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嘛。所以我们家超市的生意今年一直在稳定的涨。今天我刚好要加推以前拍过的一个视频，我们每周都加推一个，这是我们公司的脸书后台，我去加推。这个是前几个月拍过的超市的虚拟游览，我给你们看一下哈，看看我在这设置了封面，然后呢在下面可以加一个按钮让他们找到我们的地址，然后可以定制我们的目标客户在10公里以内，然后这是一个星期的预算，一共21欧，可以大概推到这么多用户嘛，一般都在10000左右。现在加推，好了，加推了，给你们看看我这个视频。Ciao a tutti, oggi faremo una visita guidata del nostro supermercato. Io sono Sara. Ciao a tutti, io sono Luigi. Adesso ci troviamo nel piazzale del nostro parcheggio che abbiamo ampliato da poco e abbiamo aggiunto tanti posti auto. Abbiamo anche fatto una serie di parcheggi coperti che ora vi facciamo vedere. Venite con noi. Nostra cassiera Emanuela. Questo è il nostro box informazione dove ci sono i nostri responsabili Monica e Diego. Ciao. Loro la clientela si può rivolgere tranquillamente per problemi, prenotare dei premi e altri servizi che la nostra azienda offre. Questo è il nostro super reparto ortofrutta fornitissimo, dove abbiamo non solo prodotti Conad ma anche tantissimi prodotti locali, chilometro zero. Questo è il mio regno, la pescheria. Garantiamo come servizio la pulizia gratis. Abbiamo anche un altro banchetto dove offriamo un libero servizio, dove potete trovare prodotti spilettati, insalate. Soprattutto c'è il mio braccio destro, Edward. Questo è il nostro fornitissimo reparto della macelleria con i due bravissimi Angelo e Roberto. Non tutti sanno che nel nostro punto vendita abbiamo il reparto di gastronomia, dove potete trovare un vasto assortimento di dolci e salati, e qui abbiamo la nostra repartista, la signora Gina. Per le richieste specifiche basta telefonare e faremo qualsiasi cosa per voi. Questa invece è la nostra nuova zona, dove c'è la salumeria con i nostri Francesco e Tonino. E invece questo è il nostro banco del libero servizio, dove trovate tantissimi prodotti confezionati. Me ne occupo io, per qualsiasi richiesta specifica basta chiedere e noi faremo in modo di averlo. Allora vi facciamo vedere il nostro vasto assortimento di surgelati. Questo è quanto. Ciao ciao. 客人最近多了，小偷也多了。顺便跟你们分享一下前天拍的一个金枪鱼罐头的小偷来这儿几次，成功偷了大概每次70欧的价值的物品嘛，但是最后一次被我们抓到了。说的都让他哭了，然后他把钱还给我们了。别说报警，报警的话没有用，警察就不会管，也不会抓。他没钱的话，也不会让他把钱还给来。所以，你们看一下这个，你们说气不气人呢？
我们员工还是挺多的，有二十多个员工，可以说员工是我们工作当中最难的一点，就是管这么多人，包括他们有时候会跟其他员工吵架啊，或者有一些不满。最近有两个员工要离职了，一个是库管，然后一个意大利女的，就是原来做甜点的，还有收银台的，她也要离职了，所以我们这个月底要换两个人。等会儿有一个姑娘要来面试，我们看看她是不是合适的。说实话，在意大利找新的员工不容易，因为现在年轻人怎么说呢，没有以前的意大利人那么想干的。国家福利是有的嘛，所以有人没有工作还是能一个月拿到不少钱，然后这种工作本来赚的不多，所以有些人宁可失业拿失业金也不想工作，他们也不考虑未来会不会有问题。这个思维方式非常不好，所以以前尤其是换这个收银台的人，这种职位我们是经常换。其他的像每个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是很多年以来一直在我们这儿工作，就是大部分都是十多年在我们这儿，但是这种库管啊还有收银台的老换啊，太不容易了。行了朋友们，今天就录到这儿吧。再次感谢一下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们，我都还好，所以你们放心吧，以后我会争取再多拍一些视频，不好意思最近有点失踪了。那么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